果我有一天我跟每个人都笑的话，我感觉我也不会很喜欢那个我，而是想做这样的自己嘛。毕竟虽然环境改变了，你自己没必要一定要跟着环境改变。把自己做好了，总会有人看到你。很多很多的问题嘛，然而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坚持下来。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坚持下来。如果我有一天我跟每个人都笑的话，我感觉我也不会很喜欢那个我，而是想做这样的自己嘛。毕竟虽然环境改变了，你自己没必要一定要跟着环境改变。把自己做好了，总会有人看到你。